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然后可以锻炼体力，加强心肺功能。就一个很刺激啊，然后会可以培养团队默契的运动。就是因为很痛啊，所以又想说，那如果很痛的话，那为什么我会摔，别人不会摔？那就想跟别人一样，才会破皮啊，才会破皮，然后还是要继续穿啊。自己练得很辛苦，因为教练会逼你。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，那个教练教的新动作，你一定会全力去做。可是教练就会看出来，你明明就可以做到，然后呢，为什么你没办法做到？教练就会对你有一些期望，所以呢，才会说你不够积极，不够积极，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可以做到。现在应该是打战术啊，可是打得不好就很苦。如果一个人不配合，那整体就没希望。就是你就不要管那个分数了，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。